来到花圃的人有很多种，有些是真心爱花，也爱种花，有些只是来看看，凑热闹。他呢？他属于哪一种？先生你好，你想找什么植物吗？我想找风信子。风信子，哦，就是洋水仙对吗？有季节性的，通常只有农历新年期间才有卖。那就算了，谢谢你。先生，等一等，要不要看看别的花？有兰花，兰花也很美啊。兰花？兰花的花语是友好、高雅，就像我一样。其实是我太太要找风信子。你太太？她在哪里？她已经过世了。他在临走前要我种风信子，谢谢。风信子也代表着积极向上，充满正能量。或许这就是你太太想给你传达的讯息。往后的日子，继续点燃生命之火，享有丰富的人生。才华战火已经点燃，才华横溢初心秀2019前奏一。9月20号起，上涛哥免费优先观看。